Lâu rồi.哎，静止动。这小虎公，小虎母，他俩能玩到一起。嗯。挠窝的这家伙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都欺负小母，但是这小母，小母可厉害了。老大的伤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老大的伤口。你得摘手套了，能看得着，家人们啊，就像花生米那么大的了，越来越小了。没了，已经都干巴了。嗯，看，都干巴了啊！你看这个虎皮公咋老找事呢？现在好了，你健康了是吧？肚皮上不疼了是吧？呀，有可能他先立耳，你看见没？哎，他耳朵那尖都往上走了。那小虎皮越来越厉害，呀呀呀，摇尾巴了。呀呀呀呀，可以呀、啊，这小虎。好狗，干！行啊，这小伙子有前途。看看，不行，故意找事儿。人家反嘴咬他的时候，他也不害怕，是不是？这小伙子有前途。有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他老找事儿，这个小伙老找事儿。人家不用清理，一会儿还得咬你。这家伙老欺负小母，但是小母很厉害。上哪去？你要上哪去？逗牛呢。有。二牛，老爸那垫子干嘛？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种。哎，有个干坏事的。这还没有三个月呢啊！嗯，啊，一般的三个月以上，你看这小狗它这样打架，你们这性格行啊，直接外露了都啊！今天夸你们呢，不打架，你看这两天没完了。